马鞍山亚景台是房协的夹心阶层住屋计划项目之一，距离港铁马鞍山站大约10分钟步程，背靠马鞍山郊野公园，居住环境颇为清幽恬静，楼价较市中心的私楼相宜，但在区内居屋屋苑竞争之下，二手交投并不算是活跃。亚景台共有四座，提供大约882伙单位，户型分为两房和套三房，部分套三房另备储物房，全部单位都有窗台，房间四正实用，客饭厅就有方形和钻石形两款设计，前排的单位以楼景和公园景为主，而后排 C 和 D 室就可以享翠绿的山景。屋苑设有简单的康乐设施给住户使用，例如健身室和儿童游乐场等。区内亦有不少绿色地带，包括马鞍山运动场、马鞍山公园、公共泳池等。热爱户外活动的话，闲时可以游览马鞍山郊野公园，是不错的选择。亚景台设有停车场，亦有电动车充电站，住户亦可以选择在马鞍山站搭港铁，或者公共运输交汇处那里搭巴士、小巴，交通都尚算方便。购物方面，一街之隔就是耀安商场或者新港城中心。